手上拎着渔网，装着刚挑好的活鱼，还在左顾右盼，盘算着要买点什么。没想到这时，只见妇女弹了一下，用手捂住耳朵，慢动作仔细看，原来是旁边的鱼缸非要出一条鱼，好巧不巧就撞上这妇女的头。上面那个清波，它可能一下都冲出来了，一下那个飞出来了，飞出来可能砸到它的左耳。好，当时啊，他就感觉就那有点红肿，给他头啊有点眩晕。天外飞来一条鱼，让妇女受到十足的惊吓，要求卖场负责医药费，这让卖场工作人员觉得也太大惊小怪了。那个鱼跳出来把我脑壳砸了破了几处，我都没那个脑壳。最后警方介入协调，双方和解，这活鱼因为生命力太蓬勃而吓到妇女的事件成了当地奇闻。这大概也是警方第一次处理活鱼伤人的案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